开完欸。所以咧，好啦，就是他们开场的时候我们先进去交持，这样就不用挡啦、啊、而且什么叫做罗勒是繁星的我觉得你有听了因为我抖内给他然后再说啊，番茄。我哪知道他们提那么噩梦的问题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啊！早上是不要回了。嗯，确实，尴尬死。我说你是什么？人啊？嗯，电灯泡。九点了，九点了，九点了，九点了。电灯泡，电灯泡。哇，我这边十度哎、欸！天哪！你走开，你来会更不温暖。我还没讲话，我在喝红茶、啊。哦，我嘴巴是好干的，救命！你跟我讲干嘛？我也不能帮你指示啊。嗯，干，嗯，屁啊。嗯。嗯。哎，我要去弄封面了啊！等一下，我听到某人的广告了。哎，晚上好，晚上好，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YT 的封面啊，刚刚画的，好冷哦，冷死人了哦，看一下哦，雪莉安安，青蛙安安，芝芝安安，小熊安安，洛克安安。一封安安，昼夜昏沉啊！啊，应该是什么？嗯，临别礼物安安啊，临别礼物。安冷，在等安妮。嗯，杨安安，雪莉，哎，好像有人不想看 YT， 那我来给你们看。哎、欸、呀，我砸死呗！嗯，这张吗？哦，没事啊。哎、欸，刚开台就换喝水，哎、欸，很冷哎、欸，真的，哎、欸，十度，你知道吗？宝特瓶为了让我们缩，他往内缩进去。甜菜安安，哦，喝完了 ，VIP PI 安安。哇哇！怎么妹子进来了？怎么漂亮的妹子啊！天哪、啊！有没有后悔用自己的照片啊？应该说有没有后悔用一个漂亮一点的照片？我帮你码一下好了。当图片。码一下。帮他码好。还用韩国女星的照片，活该。阿武健，你吃晕车药了吗？他真会晕哦！我刚吞下去，真会晕哦！我刚吞下去，他说他怕了，我怕。第一人称又要找东西，我觉得我会晕、哦。那现在这边我刚忘记提早吃了。啊、那没事没事，反正这边会动的只剩下番茄。你们都给我动！
他当初玩空鬼阵的时候也是吃晕车药，然后是然后那个荧幕四周贴那个便利贴啊，转移注意力，注意哦，嗯。嗯，哎、欸，你的照片呢、欸？赤裸裸的没关系吗？我知道，我刚刚有看的，我真的来不及了，哎，谁来替？快快去换，来得及，我现在帮你码了。我这游戏开始，我这游戏开始就好了，走喽。好 ，Go Go，、okay. 开始。没有，那个是韩国女星的照片。啊，不是，不是，她本来只是在网上找一个照片而已。对。哦，哇！我晕了，没有啦，那么快可以移动箭头或 WASD？ 哎、欸，这是教学哦。对，教学啊！我现在连教学都出不去了，不是下为什么走那么慢？刚好慢哦。红色按钮在哪？哦，按下红色哦，这里。你说画面动得很慢吗？哦、对啊。看一下能不能调灵敏度，真有够慢的。这样的，按下红色按钮哦。感谢维恩的会员，放到物品栏、啊。物品栏在哪？右键吧，好像。哦，好像是先按左键，再按右键。哦哦，你看我连第一关都过不了。只有我自己是做了教学是吗？哎。是今天有的说法是你如果形状不对，你力气大就够了，硬塞。感谢维恩的订阅。这是收集物件的快捷键，收集十个方块。放入物品栏怎么放？先按左键，再按右键。哦。哎，会教了哎、欸！天啊，肯定靠你了吧？我说人类拜土地也都是说要靠我，这群人。哦哦，家门打开。每次当恐鬼阵那时候扮演的是什么？收集十个方块。检查，检查空白键。我觉得好，我这边是好冷，我要穿外套、啊。到底谁会是最后一个出去的呢？哦，我出来了。我不是，我要怎么转向？他不给我转、欸，超好笑。哦，我也出来了，他这边给我一大堆玩具、欸欸，他不给我转向，那怎么办？我的猴子好像没办法转。你要对他按空白键。哦。对猴子按空白键，然后转向。嗯。所以是这个。空白键，这样。哦。哦，他用拉哦。对，他用拉的。那不用玩了啊！我就是那个偷油瓶啊，对不对？嗯，而且你还在拉椅子哦。我拉椅子啦。拉什么椅子？我被拉。嗯。哦，哦，好了，看最后一名是，哎、最后一名是魔王，就你了。哎、最后一名是，我看到发条啊，我要怎么把那个东西插进去？哦、你按，你对盒子按空白键。对啊，然后我再切换，不用切换了、啊，你就不用切换吗？盒子的时候，对它按着左键往它背后转。哦，这样子就好。嗯哼。哦，好。可以丢篮球吗？好吧，不行。自动抗晕，开启，回复自动防晕症状，什么意思？哎，自动抗晕是什么？我看一选项啊，选项最下面。对，我有开那个，但我还是要晕车药。哇，
有没有灵敏度？哎呀！哎，我好了。看到 YT 封面就知道了吧？哇，幽灵形态！哎，看看安妮，为什么你们是正常的？我看安妮是鬼、欸。对啊，你没有把那个幽灵形态剪掉啊？对啊，哦、我一开始也是你这个样子，后来我叫幽灵形态。哦，你一开始创角，哎、欸，你没有捏角哎、欸，你没捏角、哦，我捏了耶，这是我捏过的，现在是幽灵形态。对啊，等一下看这关完之后要不要出去让你捏、啊？不用啊，不用啊，不用啊。哦，我发现他有倒数计时呢，开始解是不是？这里啊，左上角有一个，啊、他有哦，十四分钟，旁边哦，十四分钟、欸，他已经开始了，也太。哎、欸，找到代币，谢谢。哎、欸，我也找到一下。所以，哎、欸，你怎么抢我的啊？你抢我发条！这女人，注意。发条。哦，这没有代币。掉地上了，等一下。嗯？怎么了？我的发条掉地上了。这发条是不是转车的、啊？车子上面有一个孔。哎、欸，这边有代币，我捡一下。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什么，然后就把它全部都放在我的道具栏。怎么了？钥匙。哎呀！靠腰啊！吓死我了！哦，突然就过关了，是不是？哦，所以钥匙藏在玩具车里面哦。对。离开自选单吗？还是留下來？是啊，不是有门要嗎？不是要点门吗？哎、欸，可是我还留下来没有用哎、欸。你在干嘛？不是说好出去了吗？等一下。我现在干嘛？哦，我看一下你有吗？没有哎、欸，留下来，还是离开是选单才对啊？离开是选单吗？应该这是教学。对啊，那我按了。嗯啊。那请问右上角4-8那是什么东西？那个是代币啊，我们找到四个代币而已。Oh. 你要不要出去捏脚？再等你进来。哪里捏啊？不用啦，不用啦。我就幽灵形态，今天幽灵属性。那我们要去埃及了哦。你怎么知道这是埃及？埃及，他自己讲埃及的。哪里？走了。Oh. 你们看不到吗？我是房主啊。房主了不起哦，帮你解密。好爽哦！我可以看到我们人在哪里，好爽哦。对啊，头妈头想穿女装。嗯，对，人面狮身像，狮身像，他嘴巴叼东西，这是什么？哦，代币啊、哦，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那个棍子可以干嘛？里面有东西耶，倒出来了吗？这里有一幅画，代币，看一下。这边有好几个东西，望远镜、书本、铲子跟小扫把。这个要怎么把它打破？这个罐子要怎么打破它？哎，东西可以丢地板，这样丢，这样子吗？打破它有？哦，什么东西？啊，是什么？小金字塔的灵眼。是放这里吗？感觉中间很像啊。谁放了一个水壶？不是，里面有代币，里面有代币，我不知道怎么撒出来。里面有东西要怎么丢？我借不借？什么？这本书给你看，你有没有人喜欢这本书？这本地板，这本立起来，这本。哦。打开来，哎、欸，点它，然后对它按左键。还有鬼跑出来。你们的头像是一直在游戏里面的位置。点开来按左键，哎、啊欸，左键按空白啦。左键，这要怎么伸进去啊？按空白，按空白。嗯，你要先点选那本书。为什么给我这个数学的？对啊，他是数学的，我可以跟你一起看呢、欸。天哪！哎、欸，可以哦。哦，旁边有垃圾桶哎、欸嗯，我可以把它丢掉吗？不行我不要数学啦，数学给你们看、欸、那个我看不懂。
哎、欸，这个行李箱你们看过吗？做这种暴力的事情。行李箱里面是一些小道具。哎，公式吧。哎、欸，你知道怎么丢东西呀、啊？怎么丢破它、啊用？按左键出来，按左键它有个，你按你选取物品之后有个倒影嘛，然后按左键它就丢出来了。哦，它总丢不爆？因为这个是垃圾桶哦。那哪里？我的家吗？这里啊，这里是垃圾桶。我刚对着他用道具，结果道具全部掉进里面了。你看这边，怎么会有一个木头啊？对啊，木头也是我放进去了。那水壶里面有代币啊，可是不是拿不出来啊？水壶里面有代币，对啊，就拿来摔。哎、欸，不行了、啊。这个洞是什么东西啊？里面看进去会有个鬼脸吗？哎、欸，这问号是什么？然后、这边有一个四个字的密码。哎、欸，怎么按完之后卡片又跑新的出来了？哎、欸，刚有一个哎、欸，刚是一个看狮身人面像的吗？对啊，那刚刚那个狮身人面不是有人捡到那个吗？哎、欸，我在我这里，要干嘛？放进去，放进这个洞看看。嘿，哦、它变金色，发财了。然后呢？啊，这是不是提示啊？他刚不是说要看那个吗？拿放大镜看啊，这个望远镜要干嘛的？拿放大镜看哪个？请问一下，我们的望远镜呢？放大镜在我这里。你要不要朝那个洞里面看一下，有什么东西？看这个洞哦。喂，不行呢。刷子。那是垃圾桶啊！用望远镜看刚刚的狮身人面像。望远镜在这里。胖丁的脚下，放大镜，放大镜，不是望远镜。真的，我搞不清楚。最大的，哦，掉地上了。将他们的数字叠在一起。那怎么用？拿来他用啊？空白键。空白键就是把它放大了而已呢。啊，看那个字吧。狮身人面像这边好像有东西，是不是？正面。哦。这边好像也可以放。不行耶。我看看。你试试看。这是什么东西？它这个是提示吗？对啊，好像就是救命的时候按那个，你懂吗？总共会有几个提示。欸、你好聪明哦。怎么了？欸、那个水壶呢？少吧、欸。不见了。哎、欸，水壶怎么不见了？哦，在我身上。书跟扫帚。我用这个，这边有水，我来装水，用水壶装水看看。那密码到底是什么啊？找到代币了。水壶的代币我拿起来了。棒棒棒棒！噔噔噔噔！这怎么用啊？这个放大镜。靠，看到了啦，白痴哦、喔！你看这数字，我算一下哈。这个盒子上面是数字啦，就是那个书本里面教的。书本里面是有花有斜线，对，你看一下，对，在这边，在这边。那是刷子吗？我觉得这道数学题。你是丢掉了？哪里有数学题啊、哦？这里有。箱子上啊。啊。有人要头痛吗？看得懂啊！有的上面其实有数学就交给你们了，一起看哦，可以。苏氏一千，你不要一直动，可恶！苏氏一千，一千一三，然后一个波浪图一，这是什么？他怎么记得住哦？一百三。可以关起来了吗？可以。哎、欸，这怎么可能记得住啊？花花是一千啊，有一张纸。花花是一千啊，然后那个浪波浪幅是100啊，那个斜线是3啊。一千乘三，
啊，是吗？你看，你看，我这边捡到这一张纸，我放在铲子旁边这一张纸，你们捡起来看，这一张，对对对对对，这一张。哎、欸，这里这一张、欸、这个这一张没看到，你要不要捡起来？哎、欸，好，捡起来，拿在手上，我再丢。哦，我、哦、拿在手上。1013，对啊。铲子，这样子，你们能看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头啊，啊，怎么没有图？没有图啊、欸？为什么？对啊，怪怪的。嗯，所以这个盒子是。没时间了，各位，7分钟。还有吗？他叫我用放大镜看人面狮身像，可是没看到东西啊。这个吗？这个按下去就会有提示出来，这个红色的、這個，对对。地板很多提示卡，提示好像重复了呢，是吗？嗯，有吗？先把提示丢出来，看什么。还有吗？按了还有吗？哎、欸，还有哎、欸，20水要泡什么、哦？好像没有提示了。这个提示这个可以丢掉、哦，因为这个我们刚做过了。哦、嗯、吼，哦、嗯、吼，三、嗯，水哦，不能按了，不能按了。啊、哦，这个数学题怎么这么难呢、哦？交给你了，我疯了，天哪！我完全不会算数学。哎、欸，你输给我，你输给我。输。啊。给你。花瓶碎片。把相同的数字符号叠加一起，他们就将它们的数量乘上数值，然后全部相加在一起。这个是要水要泡什么东西？四角形的。100+2，这个吧。100+2，放在这里。可是我不懂的是，啊、哦，哎、欸，等我一下哦，好像没有。这个里面就是钥匙、哦，对不对？一定要解这里的。所以只要记1010100，然后这样子，把它拼起来。花花是1000，这个少一个金条啊，好像是，所以是3400。那个勾勾是100，试试看。在哪里？这里3400，对，3426。形状不对，没有啊。哎呀，过了，等一下。哦、有了，好心干嘛？拿，小姐姐过，你脚很漂亮。那什么？钱，都是钱。有没有金条？啊，有那个三角形的。三角形是放哪里？这边啊，好像先要先洗吧。哦，你们都不拿哦。这个。你说先组上去吗？这个，对对对，把它组起来。不是，你叫我怎么组？要把它拿起来，然后用按那个空白键。接好了吗？好了好了。哦，好像还缺一小块。还差一点点。人面狮身，他刚我刚刚有看到提示卡是用放大镜去看他，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啊。有放大镜在这里。没有，我一直说我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他不是背后有水吗？水的符号。还说这个也要拿去洗啊？把它洗干净一点看看。洗啊？不知道我这？我没拿、啊。哎、欸，我这，在我这。它能洗吗？洗洗看。欸、可以哦、喔。有啊，你看。它融掉了，像巧克力一样。哦，虽然是巧克力的。哦 ，nice。哦吼。是什么？门的钥匙拿可以拿，嗯啊，可以放那个，哎、欸，我们有三道门呢。哦，哎、欸，这是那本书，埃及蓝色的吗？对对对对，在我这。你看啊，你拿就你看啊，有什么问题吗？
看一下哦。啊、天哪！我的头好痛啊！希腊的，他怎么飞走了？等一下，这个是什么？这应该不用吧？就把它丢在这里。会。我打开着，然后你一个一个去看这样子吗？这个应该也不用了吧？狮子吗？什么意思？这是迷宫吗？等一下，狮子好像是迷宫哎。正方形手，狮子三角形，正方形。狮子是 L。有吗？哦，哇，我好强哦！哇，好厉害！哇，这是 carry 耶！天哪！我在嘞！哇，好，教你怎么看哦，就是他迷宫走的过程中，刚那一关啊，是走的过程中会路过什么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什么？一样是这本书的样子哦。我刚才完全没看你的书，你知道吗？在右手边，你刚刚解应该是左手边那一边吧？右手边这边是有关于那一边的，跟上面的柱子有、哦、了吧？有关吗？上面柱子的那个符号。鸟鸟鸟。哦哦，可以这样看哦。钥匙不是要发呆吗？你家黄休息结束了。啊？有出去的路吗？我看不到。哎呦喂，黄蜂，好像黄蜂吧？有没有黄蜂？没有。有条。咦？啊！你个废物！我天哪！刚刚谁说谁是最后出来的啊？你那本书借我，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怎么移除定选，然后放着。我打开了，我打开了，你看。哇，这边没了。古埃及的翻译，不是他有英文啊，我怎么看懂？那个 Annie 自己修你哦。哎，什么？英文的。等一下哦，这边有三个图吗？蝗虫、圣甲虫、猫、人民是谁？我有拍照上来，可是我不懂它什么意思。蝗虫。还有两个没有啊，水跟倒数那个黑暗啊，没有看到。我按定住，你还能看吗？这样子看得到吗？看不到，看不到。啊？时间到喽，可是没有怎样。没有，他那个只是你那个时间内可以拿到解开的话，可以拿到那个奖杯而已啊。啊。他要拼给我？没有啊，不会。嗯，哎、欸，要选一只动物是不是？哦，是吗？可是选一只动物，这上面的完全没有上面的动物啊！看，没有啊。你的书给我好了啦，烦死了。好、哦、啊，给你。那是虫吗？下去。那是虫子。咦？一七。它这上面的东西图案啊，比较是我们上一个解开的那边的东西，是不是？有鸟啊，有狮子，就是刚才繁星解开的那一个。好了啦，欸、我做事了啦、哦。你怎么了？怎么用的？哦你怎么做了？发生什么事了？哇，好厉害！你做了什么？那个，那个，就是他哪一个动物能走到中间嘛？刚刚他好像是虫子，嗯，然后他那本书、右边那一页有写虫子是哪三个字母嘛？它是 B、J、T，
然后再去左边找 BJT 分别是哪三个小图案。哦哦哦，你好厉害啊！对，要看书的。我是请假完好吗？刚刚偷懒一回合。我看到书上面是数学，我就不看了。他果断不看，你知道吗？我是想说，没有，你们三个果断都不看的。我想说，我看了哦，这边有个笔记。拿到钥匙。烧脑。我的钥匙在哪里？罗盘。而且你没有捏脚，你就是橘头哦。嗯，我没有动啊。怎么了？哎、欸，这什么东西？什么好玩？这是什么？啊，这边有三颗球哎、欸。那边有个撬棍、欸。嗯，这个，哎、欸，我这只能移动，不能敲破吗？呀、啊，狗头哎、欸，给你一颗球。这个是。等一下！这三个是要放球的吗？这边有卷轴、欸。没有，结果，压东西的。原石。那这个呢？哦。顺序不对是不是？要暴力破解、哦。还有四个。哎、哦，这里有一个。这。你找到一枚代币？这里不对吗？嗯。我不知道哎、欸。刚显示我找到一枚代币。我找到了一大堆的卷轴，那、卷轴打开哦，我刚刚在里面拿到一个东西，就是内脏吗？这边有两个卷轴，球好好笑，这好像是内脏的符号，是不是？哪里？对啊，脑袋内哪个是内脏？中间那个、啊。哎，内脏？哎，那我这封信有关于内脏的。那边也要做题耶。对，对。这是什么？我再把其他木箱敲开来看看有什么。哦。哦，你拿到什么？什么？我拿到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换着给你啊。这是什么？这是钥匙。对啊。我敲过了。我，这好难哦。你在干嘛？这边有一个要把全部路线都走过啊！看你走，哇，华容道哎、欸，天哪！喂，完蛋了！哎、欸，你放吗？看无界表演，这是什么？我很不会玩那种东西、欸。等一下，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对应这个啊？这个墙壁上有两个棺材，手上拿的木板好像是跟你这个有关吧？你知道显示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吗？嗯，就是右手边这个啊。那他们显示是一模一样的图啊。所以我觉得玩的这个应该是这个吧。茶官。我可以玩玩看吗？可以啊。这个怎么玩？我看一下。啊你！钥匙！这个箱子。钥匙！这可以脱吗？啊！你。怎样？开了。哦，这么厉害！心脏。怎么开的？因为跟这个一模一样啊，对应啊。欸，你心脏放在上面看看。不在我手上。那你怎么拿心脏？不是啊，他前面。心脏。不是。那个吧。哦，不是。他的哪边？这边。哦，这个。还有，应该可以拿吧。有一个红头。他手上。对。然后我现在找羽毛。
哎、欸，那个，你那个鸟是对应哪一个？准是哪个器官？那个番茄跟卡片？那个信件在中间。啊？什么？什么？没有啊，哪一张？嗯，中间这张。哦，的。这个立起来，这个。我怎么没有看到？哎、欸，那我拿起来给你。哎、欸，我好像知道了耶。这个，这三个红色的球。嗯，然后这三个黑色的球它是数字、嗯、三个红色的球是三个动物，然后你看这边这个是不是要称重量啊，看它是几号，让它平衡这样吗？对，我试一下啊、哦、你要看吗、哦、我要啊，给我我来给你中间哦，所以波纹是二号，嘿，这样吗？长谷尊胜，不对，不对，要让两边一样重。哎、嗯欸，怎么会不对呢？只剩这两个了呢。地上还有两颗球呢。啊，还有两颗？啊，没有，那个是被我用过的。哦，这是用过的。对。可以敲吗？所以会一样的吗？会是一样的数字吗？哦，还是要加起来。嗯。哎、欸，卷轴怎么少那么多啊？有拿卷轴吗？卷轴在我这里。对。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啊、哦！疯了！天哪！嗯，这个可以玩的，我看一下它是干嘛。哎、欸，这边也有这个、欸。你说提示哦？然后那个就是你刚刚要看的啊。哦、这个、提示哦。对，所以刚刚番茄在跟你讲这件事情。原来如此。鸟是？你是几啊？你是七吗？两个羽毛。啊，这个就是的了，懂、嗯、懂吗？哦，都不对，怎么可能？哦，可是指这个吧？要用铁锹敲开，这个应该敲过了。人面狮身，这是几啊？你是五？啊，你是六哦，白痴！两人在看卷轴上有没有图。卷轴上有三个奇怪的图啊！你看哪一个、啊？左手边有三个奇怪的图案。三个有吗？图案没有、欸、嗯，还有涡轮跟那个最底下那个，那个很像眼睛的是什么？荷鲁斯？不是吧？我要关掉了。嗯嗯。怎么会不对？我不撑出来了吗？奇怪、啊，根本不是。哎，来来来来来来。五。我这边也有番茄树的那三个符号，在这边。还有球吗？还有黑色的球吗？棺木上的暗号，棺木上哪里有暗号？棺木暗号，我看聊天室的、嗯、羽毛。
哦哦，原来这个没有开过。哇，这个要开，这个开哦。对、欸，羽毛狮子圣甲虫。哎、欸，哎、欸，那这边也有一个哎，刚打开了这里。对，那个是羽毛。这样。哦，有了。哦、是人吧？然后，那剩下就这个了。那哪个？剩我这个吗？欸、天平哦，两个啦，天平跟那个。哦、一哎、欸，等一下，为什么那个变掉了？哎、欸，鸟等于六。对啊，鸟等于六，横线等于二，然后我另一个测不出来，我想说试一下。暴力破解啊？对，可是都不行呢，为什么？是啊，可是为什么那个撑不出来啊？好奇怪啊！还有一颗在这里。等于六，剩下一个。哎、欸、，Annie， 哎、欸，你鸟用成八了，鸟多了两个，刚才是八，刚才是八。把六桶跟八桶看错了，那、啊、这个怎么看的、啊？刚看哪边就知道你是六。这个过来用天平称一下重量，可是我还是不行呢，奇怪哦。看一下哦，有了啊，好耶！脑容量还有吗？没有。我刚刚就是，哎、欸，你刚刚没按，我又多按一下就有了。那是不是就是要天平这个啊？啊，我们还没有结束哦。嗯，还有吗？嗯，还是放错了。无意间在木乃伊上是个托索斯。哎、欸，安晴干嘛？啊、聘成功？你在聘什么？按 auto 可以聘人。不知道哎、欸，现在就你们看这张纸啊，就是我手上这张。狼、哦、头，他怎么看你的纸？我的纸有个放大镜，什么？有了，哎呀，人头盖子，猴头盖子，对吧、啊？他有顺序的吗？都有。所以现在就是罐子要压在那上面呢、啊，是歪了吗？应该是，应该没有放错啦。就看一下、啊，人头猴盖，肠子确定是对的了。啊，人跟猴应该是没放错了，应该跟这个无关，死掉。他们需要面向彼此吗？哎、欸，聪明哦！他怎么面向彼此？哎、欸，你怎么拿到头了？头放回去，你就拖下面的、啊。可是，你转他也会跟着转啊。对啊。哦，他的方向是他自己固定的，是不是？哎呀。嗯，你什么？怎么了？这狗头是不是他另外一只手要拿个东西？就羽毛啊！你看它下面图案啊。这么说起来，这个铲子是干嘛用的？狼头盖子啊！我放地上，你看好了。他原本拿什么？
他原本没拿东西啊。哦。东西南北。没有，可是按下去的时候，他就会乱转向了。东西南北，这房间有东西南北吗？看一下，你们刚移了什么东西？没有移东西、啊。我们是觉得，哦，你们看上面有一个这个零零零零，然后有一个奖杯，你们刚好像移什么，然后我就看他在换了。哦，没有，那个时间到了吗？那时间到，哦，那是时间的关，原来如此。因为他那个不是有写，你们这四个是随意放的，对不对？对啊。然后他不是有写什么位是东边之类的，可是、嗯、这怎么看东南西北啊？哦，哦，嗯，怎么了？哦，两个棺材中间，没有，我在看提示。我身上有一个怀表，还没有用到啊。就是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啦。哦哦，要放在哪里？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方向。按空白键。按空白键。对，我们可以看北朝哪里？北是肺，猴头，猴子是北。你给安妮好了。好。没有没有，我开那个，我开笔记，你们放啊。猴子是面向北。指针朝哪边？看得出来吗？北就是啊，不见了。等我一下啊、哦，我站在这边比较好。北现在是我站的位置的右上方，对，那就是这里。然后南是人头，猴子的另一边是人头，嗯。是我这个吗？对对对，欸、那个。上北下南左西，左边是西，西是左西右东，东是东西南。好了，好诶、欸。你是可以暴力破解。呜、欸、呼！哦，棒，真棒！哎，可是我不懂，刚刚我那个称重量的，为什么最后一颗称不出来？好奇怪啊！好、啊，下一张喽。好、啊，那我出去，马上回来。你就马上回来，你要去哪？我想去个厕所。你在原地啊？哦，开始了。来，他也太扯了吧！直接去厕所。那边有个笔记。把牛、鸟跟狗头都放到锅子里，哪里有那个锅子？哇，需要好多钥匙哦！天哪，哦，是什么？代币，好吧。哇，好复杂哦！两个狗头要对调位置的意思吗？两个狗头要对调位置，他们的红色的线条要对换。嗯，红色线条、欸、就是压皮式哦。对，啊好，二和四。这些都是代币，是不是？哎，这个打不开。这里有通灵盒，哎 ，Give me a sign。小金字塔，中金字塔，能够移动的宝箱。哦，那这个是大金字塔。那笔记本说要把好多东西放到一个碗里面、嗯、对啊，三个头，哪里有碗呢、啊、哎呦哎呦哎呦，开了哦，啊，这是要我们把它摔掉的意思吗？
很暴力耶你。啊，这个顺便摔，好重。Empty， 哪里有碗呢、啊？那就开里面没东西哦，那么惨。啊，在哪里？啊，我这个勺子有什么用啊？嗯。欸、对，我的勺子掉了。你们看那个狗头上的那个红色的线，跟这个拉杆的一样是四条，跟这个有关吗？哦，这个是两条吗？这个是在最下面吗？哦哦，有了有了！哇，洗东西了是不是、哦、啊！这是碗，这是碗，这是碗，碗里要看看哦。我们要奉献谁？要放要供要一只鸟，一只羊，一只狗。不是杯子吗？我记得那个是写杯子哎、欸。然后有杯子跟一个不知道什么。对啊。你有在看吗？我有看啊。哦哦哦。就是这些东西在哪里？好多钥匙哦！天哪，我这个无线电有什么用吗？打开了，打开什么？嗯，哦，哪里？哪里？这个箱子下面有个开关，我把它打开，然后它这边有一个黑色的钥匙吗？应该是插这个吧，后面这个宝箱的。插栓。这里。插它。这个、宝箱。去插，哎、欸，它这是什么？开了圣杯。有杯子。啊，丢进去洗。丢。哦，不见了。哦，丢对的东西它会不见，它十字镐出来。要炼金术。没错，丢了。没有，因为你们觉得这箱子上面都有些图啊，有没有？对啊，它有框起来鸟跟什么东西，碗跟狮子。这个吗？这个吗？对啊，六个哎、欸，这是，那还缺、欸？哦，这边还有，总共四个、啊。侧面还有啊，刚好六个，这边繁星侧面。我知道，我知道。哦，刚好六个。居然啊！那怎么转呢、啊？我转第一个，啊、怎么转？那你就压着。哎，我在转第一个，谁那么坏？不是我，不是我，没有动鸟。我在说话，我在旁边看而已。我在后面。等一下，这个是，有一个这上面哦，这个啦。哎，重复了啦，大姐。你看大姐呢，可恶。咬个鸟。咬个鸟，第二个不是吗？对啊。等一下，我第一个给你放偏了，等一下给你摆回去。Okay. 好，姐，不要吵。姐，剪到一半，那给我乱弄。哇、哦，里面好多东西，有鸟了。这个我丢进去了。想说，我看懂了。这是剩这个转盘，是不是？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啊、哦，这个你们解了吗？没有啊，这怎么可能会解？没解、啊，还没解。哎、欸，大金字塔，小金字塔，等下，哎、欸，这个是不是都在我身上。哎、欸，它上面有写什么吗？这个是那个宝石量，我刚调查它上面都没有写东西、啊。空白案也没有，哦、是里面的吗？有啊、有几个？这是什么？中的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好，八个金珠。大的只有三个。三个哦，它下面有一大币。哎，好，还有一个嘞。奥利破解了。的三四五六七。哦，姐给你了，姐，好不好？姐。好耶。然、嗯、后你看，好耶是谁在讲的？我。这个是不是一开始宝箱里面的数量啊？刚谁拿了一大堆宝石出去了？我没拿哦。我没拿，你这贪心的女人，放回去。
原来如此，那是对应宝石。我看你们每次都不拿。你拿你拿你解啊，给你解给你解解给你解。所以看总共有几个吗？哦，我发回去了啊、哦，这边还有一粒，等一下。还有一粒。这里还有一粒。红色的。啊，加工加工。红色三个。原来不是战利品啊。不是、啊，白色几个啊？白色五个吗？白色五个，蓝色两个。对了，姐、yeah! 哦，你可以拿回去了，你可以拿，我可以拿，可以带回家。是这个嘞，甲虫啊，甲虫。我们剩几个了？刚解解完几个？姐，你那本，你那个姐小手册，小手册，姐。嗯，还有。哎，看看看看看看。烤豆罐头。剩一个了、欸，就这个了。哦，在里面。感谢小起点。对不起，玩到什么了？奥特。进宝箱。给你拿来敲的吧、嗯。我们还有哪个没有做啊？对，十字镐啊，这十字镐到底干嘛用的、啊？哎、欸，不对，这个是开门用的。嗯、那剩什么？哎、欸，除了那三个杯子，是不是还有两个东西要放进去？我记得，不是剩一个了吗？剩一个了。哦、剩一个什么？不是重点是哪一个啊？哎、欸，你手上这是什么东西啊？啊，我这个写的是擦酸。你要擦哪边？要擦哪边？你，那我要擦哪边？白天你过来。我怎样？来，你来，你找，你找，你找，找到给你擦，好不好？找不到我擦，你跟你讲。哎、欸，哎、欸，这个吗？我在地上找到一个黄金的东西。我怎样丢进去的？哦，有了有了有了，找到的，天啊！出来了，在那个地板上破瓶子那边，对，在地板上。哇哦，所以十字镐是用来破坏瓶子。哇！那、嗯啊、请问擦酸是想干嘛？你们去旁边解决啊！走吧，下一张。要打不赢我。刚刚手上有十字镐、欸。哎、欸，有，哎、欸，有甲虫，可恶，跑掉了。嗯，哎、欸，这关有虫子会爬，你小心点啊。我可以拿他帽子吗？啊，姐。没有虫子。怎么样？有个老鼠洞。啊，虫子上面带着一个代币。下骆驼在睡觉，椰子来到绿洲边。这边。骆驼。先不要拿好了。完了完了，原来这是你的靴子、啊。有哎、欸，那你去接球。嗯，你看有虫在地上爬。日正当中，落在绿洲河。骆驼喝水，蝎子躲金字塔。这骨头本来是好的，是不是？结果被别人破坏了。骆驼在沙堆。骆驼在最左边。三个时间哦。嗯嗯，它是一个故事哎、欸，所以是。最开始骆驼在喝水，蝎子躲起来，喝水，喝水。蝎子怎么才让它躲起来、啊？哦，骆驼动了。好，来来来来来，来吧。哎、啊，第一个结束了吗？没有。哦，骆驼喝水，蝎子在金字塔下。哦，蝎子要在金字塔下。嗯。
这样吗？嗯，有东西吗？没有吗？那第二、这个红色的是什么？有太前面吗？我们后面本来就有这个水晶球吗？对啊，现在哪个问题？我们后面本来就上面这，哦，什么球？那个是玩的吧？不知道是干嘛的。很久了，骆驼要在这里。这是早上。放那边自己看，按空白键就好了。好，然后是中午，按空白键就好，不用组件。空白键有个骨头。倒霉的骆驼。秩序东升。我刚好像开了、欸。全开完了吗？第一个吗？没有没有，我只开第一个而已。那第二个嘞？金字塔边睡觉。啊，这是晚上了。我们中午的解了吗？还没有。有中午第一个解了，现在是要解西下的。哎、欸，你怎么知道哪一个解啦、啊？因为它的上面，你看那个中间那个有没有？它最左边凸出来了。对对对对对。夕阳西下，骆驼在金字塔边睡觉。骆驼在金字塔边睡觉。多不要踩。对啊，然后嘞，这次来到了绿。还要按一下这个吗？对，要按、那個。这个红色的是什么？这样子，猫。嗯，然后再让它到晚上。没有、啊，它没吃出来。那它上面那个尖尖没有出来。哦、还没到晚上。没有没有，要按这个。不是。上面那个。第二个呢？现在第二个呢？哦。绿洲边，金字塔边。金字塔，他一下是走哦，有了，这叫金字塔边、欸。对对对，沙堆旁被蝎子捉伤。日序东升，那个就是快早上了、啊，快早上了。哦，他们都要移到最左边去吗？这个。加油！这是沙堆哦、喔，有了哦哦，哎呦，掉了一颗球下来，第二颗球，然、哦、后就原来不是玩具哦、喔，因为我觉得应该放中间这里的吧，都要放吗？没有，这颗球其实放不太下去、欸。那我先收着好了。哦，这里还有一个金的耶，你看，对，哦。来看上面哈，角，倒三角形，正方形。哦，什么意思？好，再有一个连线呢、欸。不，我们是不是少一个啊？你看右下角少一个。嗯。看不懂。嗯？我好像懂了。哦。我看一下，这边也可以动哦。哦，这样。可它的箭头方向呢？欸、就是，哎、欸，对不对？怎么换的？下到上，右到左到右。我们至少缺一个，对不对？我找找看那一个在哪里。对，我好像要先找出那个，出来缺的那一个吗？嗯。啊，那我找这个。我在想说，这个是不是一这三个加起来会等于这一个？哦，对，这个是什么？哎、欸，嗯、啊，怎么了？为什么会灯会亮？哦，因为我按了它中间这个按钮。你刚怎么按让灯亮起来的？就中间这个黄色的这个，嗯，按下去它就开始自己亮了。哦，啊，顺序吗？对吧？会不会是？我觉得是顺序。这个。中，是要两个同时亮哎、欸。啊？会不会是？
这个，然后再拉不出来啊。狗跟人，然后再这个。对。狗。鸟人，鸟。狗人。刚什么？再看一次吧。不是要重来了狗。人狗鸟。鸟。人狗。好、啊、忘记了，烦死了，好烦哦、喔！哦，狗人狗狗人鸟人鸟，不是狗人。你们好像一直在骂脏话，一直鸟人又狗人。那重来重来重来，人狗鸟人鸟狗人。OK， 刚第一个是什么？啊人人狗，然后再是狗，再是，然后再是鸟人，鸟人鸟狗人狗人，这样子吧。对啦，有了，哦、有了，我只是记忆力不好而已啦。哎呀，我好厉害、啊。这边，把那个黑球丢过来。那就剩下这个。我还差那个黄球。我们差一个零件。位置是这样子吗？啊，怎么一高一低？哦，没有没有，我随意放的先，哦、先丢在这边。对啊。随意的女人，嗯嗯，啊，他这个金球了，啊，这个金币可以干嘛？给女人带回家，嗯，结婚用的，嗯，他的嫁妆用的，你好开心哦！有没有头几枚可以干嘛的？哎、欸，找到了这个，嘿，找什么？你怎么挖的？在这个罐子下面。刚刚应该谁打碎了？没有看到。哦，我啦，我最爱打东西了。啊，这怎么看？它上面不是有四个？对啊，东西嘛，它有三个符号嘛，我们就把刚才有的那三个可以动的那三个用成那三个符号。嘿，你动。先试一下。嘿，你动。啊，我不确定啦，就是先试一下这样子。嘿，然后呢？对不对？我以为这三个搬了之后，它这边会显示。因为我现在看说它有分上下、斜上跟往左。哈，对。有啊有。哎，怎么这么难哦？天哪！对啊。重点是这是干嘛的？嗯。番茄不要发呆。我在看啊，我没有在发呆啊。我在看我们的、啊、我看着你们的脑袋啊。啊！可是它这三个它都有哎、欸。对啊。还是说是送的？没有啊，它这一格有很多个哎、欸。而且这旁边这四个有什么关系啊？哦。好难哦、喔！鸟，好晚上了吗？没腿。好，肚子反正都一样，没事。哦。这四个是对应上面四个，对不对？哪四个对应上面四个？下面这个左边两个，下面右边两个是对应上面四个。哎，你看，比如说右上这一格，我在转的这个，它是第一个。哎，哦，然后我现在在转的这个是第三个，对，是没有啊，右左下的哎。左下是第二个吧？有猫哎、欸，没有，有鸟，有猫的啊，也不对呢，什么马？什么马、啊？左边是啊，这怎么这么难？是什么？扔掉？要拿提示吗？这个有了，垃圾桶在哪？应该跟这个帽子没有关系吧？
可以投币吗？投币？投币？你要什么东西啊？想说地上有硬币啊？我们有 miss 掉什么书本之类的吗？它又是等于符号等于什么字母数字之类的？哎、欸，等一下，我试试看哦。你要试试看什么？你要干嘛了？这样啊，其实。因为它好像每一个有少、欸、什么声音？没、欸、哦，因为你哦，有少就是有少啊。对，所以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你说用中间的补吗？有可能，因为左右它对应上面的话都有少，有不同的。我会自我敲出来。可是这没少啊，这少是什么？嗯，还有这个颜色。刚刚是不是看到放大镜的图示啊？为什么要有放大镜？重点是放大，我没有用了吗？三角形。哟。嗯，这有虫，有虫。看我手上这一张，然后你们拉看。看，哎、欸，为什么看不到、啊？这张三角形的，看不到吗？现在看不到吗？好来。啊，看到了。用放大镜看，加在一起。啊，哪里有放大镜？番茄。加在一起，就是第二条、啊。羽毛，这里。它都没有波浪，它这个。打够了、啊。嗯。啊，过来。东西。好难哦。没那么多面。被压提示啊！嗯，被压提示吗？那是什么？它这个就没什么特别的啊。就是以为这个是个计算机的。哎、欸，我其实有在想、欸，哎，就是你看这个左下角斜上是不是补中间空白的斜上角那个东西？这其实中间空白是斜上的位置，有没有？中间空白是斜上的位置。对，就是它现在是不是中间是白色正方形吗？那白色正方形的部分就是要靠下面这个东西去填上去。哼，你懂吗？嗯，对，所以。所以开始试试看吧，看一下你刚那一张。他那个就只是提示我们看连线而已。看连线啊？哎、欸，有拼什么拼？他在拼。哦，拼什么拼？看到了。切画面啊你。是啊。咦、欸？啊，为什么一个红的，一个黑？脚盆。这些播放键是在干嘛的？正方形脚盆。
张半圆线。嗯。哦，他为什么在抖动？哎、欸，我们用这张。这个是对。无事发生。哎，最关键的提示出来了。哦，你是把那个球拿出来吗？哎、欸。什么最关键的提示？你看我手上这个啊。对啊，是每个是那个绳索，每个都是那绳索吗？不是吧？没有，第一个。对啊，每个第一个都是绳索，是不是？那开始暴力破解了吗？正方形。无事发生，什么都没有。它的体系这边是黑色的。哎，他讲的很屁话呢。嗯，这个提示很棒呢。就把那个金球拿出来，是不是？对，最后就把金球拿出来喽。啊，完全没沾那么近。好难哦。哦，看一下。而且不要站那么近好吗？我站很远的，哎、啊欸，突然，嗯，啊，你打什么？啊哈！嗯，看不懂。他说这个是绳索，然后刚刚有一张说加在一起啊，对啊，把他们所有加在一起，然后红色的就是那个东西等于绳索，还是说，我想想看哦，剩的那个三个加起来，然后在盒子上面剩的那一根，然后等于他的第一个。吗？那如果这样的话，角正方形，都两个角吗？等一下，方形绳索，等一下哦，看一下哦，方形回形。狮子鸟，这个是刀子，最后这个是啊，不是这个啊，等一下啊，好乱哦。
我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嗯，我把皮弄掉。帮半圆刀子，帮半圆刀子，帮半圆刀子是这个吧？帮半圆刀子，然后只剩绳索，那绳索是没错的。然后这个是脚水桶方形，脚水桶方形，脚水桶方形，脚水桶方形还是脚？啊对，哦，脚回形方形，啊，脚回形方形，脚回形方形是鸟人，鸟人，哦，你怎么办到的？太强了。哦，这是什么镜子？这放中间的吧？放哪里？中间这里、啊、中间有个光，这里啊，就是要让它反射啊。还有一道，然后嘞？哦，它要转呢。哦，这样子转好了吗？在一起啊。好像就是中间差了一点点。哎、欸，你怎么办到的啊？啊你这个吗？对啊。你要听吗？我听啊。就是，嗯，我们举最左边这个例子好了，最左上那个，上面那个，我拼一下。哎、欸，这里。对。这个它不是角？对。一个水桶，一个方形。对。然后它对应的是这个。我在转的这个，它剩的就是角，你看它是角、方形、水桶和角，嗯，然后它连线不是连到第四格吗？嗯，然后你就把它，所以它就是没有画的那个是角，所以它就是角，对，哦，然后比如说，对，然后比如说这个的话，它连着第一格嘛，然后你去找它是这四个里面哪一个，然后看它这个三金字塔上四面的还剩哪一个没有画。嗯，然后就给他放在那边，对。嗯，我有表达清楚吗？有。这个为什么刚刚转对了还是不行吗？你太强了吧！我刚刚是不是碎碎念了很久？有啊。哦，其实刚刚有个提示，第一张就很明显了、欸。哪一个？他刚刚就是有一个提示，只有红色的图案，然后最后一个麻花在这里。嗯啊，什么一加二加三加四那个是不是？对，可是我还以为它是什么数学题。哦，对。啊，对不起，讲错。好了吗？没有，应该这样子。好了，有没有？哦，然后嘞？哎、欸，不对哦！来，我们再转一下哈。你看一下哦。他一定要每个人都吃到一条线，是不是？对，那个，对，啊你，这里有吗？还好。哦。有了 ，nice！ 啊，哎，天哪，我的脑细胞，我也爆了，天啊，关公鬼阵好了，我散值不保，来脑细胞，去洗脑完了，还可以下一关吗？我可以啊，来。番茄做事就可以啊！我看完番茄做事啊！
不开台还不做事。啊，难怪你不开台。错啦！让大家只要看到我不开那个没做事的画面，有没有？啊，开始了。啊，开始了。这个水壶就是里面没硬币了。安妮，我没有动哎、欸。是啊，这个啦。我没有动。啊，哪个？等一下。这个打火机，打火机不知道干嘛的，看一下这是五龙弟弟的尾巴，什么？月雪，月雪，看到没有？月雪，这个，我这个塞进去有点恐怖哎，啊，塞去哪里？不要乱塞好吗？你看这个，可怕。哎，可以下去吗？不行。什么、啊？那还要先捡这边的东西。要挖机。啊，那往前。那光线要射去哪边啊？光线弄过去。哎、這個欸，不要再拉，不要再拉！我想拉左前方这个。哦。下。它在发光哎、欸，它的柱子。哎、欸，没反应。啊有啊有啊，怎么会没有？哦、好了。就为了代币打野哦，真的哦，真的有代币。你看刚刚那个啊，柱子上那个倒下去了，推一下它。小垃圾，好小好小哦，还有什么可以做？哎，我来做一下。老奶奶，欸、白痴哦。怎么了？要按钮啦！你看一个亮了哦，中间有一个按钮。啊，剩下一个一个对哦，是你了、啊，没开台的。按下去，有没有？像这样，简单吧？很简单吧？会吧？很简单吧？那阿七，你阿妈都会玩的游戏、欸。哦，都会玩。好了，我来。猴子都会玩的游戏。我喜欢射气球。嗯，嗯，这里可以做的事情好少、哦。这个球可以转的，转那个球可以干嘛？帮我罗啊啊啊啊！我好像知道，是不是要对它的那个花纹啊、纹路吗？哦，对对看，它的纹。它的花纹长什么样的？斜的、啊，是横线，是斜的。可是我只看到就斜的花纹而已啊。嗯，这个而已啊。斜的，下面呢？不是这样。啊，叫它沙子走开，是不是？哎、欸，不是，那、欸、不是这个，再换。那些沙子要怎么走开？可是你知道怎么转呢、啊？那打火机可以干嘛？烧人家头发。嗯。嗯。那椅子有用吗？哦。欸，打火机烧这个嘞。打火机。这边有个没欠烧的。烧什么？哦，欠烧。来，哎、欸、呀，怎么有了？哦，它、欸、灰飞烟灭。哎、欸，这什么？还代币切？我弄完了。哦，你好棒！哇，你好棒！你好棒！事发生了。这个球砸不破。你要暴力把人家砸破？不行。嗯，这个纹路是什么啊？这个上面像一个星座的这个啊？该不会？该不会？你点多了？点多了。阿钱，阿钱，我听到，我听到了、啊，对吧、啊？重点是，你看上面有一个星座。
的。可以灭灯吗？可以啊，再按一下就可以了吧。可是它是对应的是哪些啊？不知道啊。最下面那个应该也是也。哎、欸，拼不到哎、欸。对，这个拼不到。这个也不是啊。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上面那个要拼掉。上面。对啊。你有两个凹槽。那你有两个凹槽。这边红色的、哦。上去，上去，你往上推。应该是向后拉，向后拉。再往右一点。好了，你往下，往下，往下。水壶应该没东西吧？哎、欸，你看到他屁股是什么了吗？欸、你看。哎、欸，真的、欸。屁股是点点，屁股是点点。对。应该是右手边那个吧。哦，有诶、欸，有，你是左右不分啊？右手边哪一个啦？啊，这个，这个，这个，对对对，刚刚那个。不要动，不要动，不是那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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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上面那个要洗掉。哦。你看，你害我晃，我没。换人了，换人了。哇哦！哇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有三个木板。啊！又是这个讨厌的埃及蚊子啊！他怎么两个一起吸了？哎、欸，这是什么东西？哦，啊，嗯，这啦，哦，它总是你解开的，我按的、欸，哎，你们解了什么？你们解了什么？这个啊，有没有灯啊？然后咧，你们出现了什么？没有啊，就是这根硬硬的东西挡出来而已啊。你又不看，哇，好难哦，这个。要干嘛？这个是不是对应这边的这个啊？这个门上面的图案有关系吗？这是三个，这边有五个。嗯。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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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像壳式的门，鸟鸟水桶。欸、你们转的时候，后面那这个也会亮哎、欸。那个？哪个？这个凸出来这个三个图案，你们转的时候会亮哎、欸。哎、欸，转一下就知道了。是放这个的吗？哎、欸，小雕像。哎、哦欸，放这个的吗？哎、欸，你这个有点小哦，太小了，你太小了。我要回收了。不要过，不要过。我你看，它会亮。代币啊，真的耶！哎、欸，亮了两个了，亮两个了，亮两个了。所以要差一个，要同时一起亮的。你刚转什么东西啊？转、欸、中间、那個、这边亮两个，但这边只亮一个。嗯？怎么亮？哎、啊，亮了，亮了，亮了，三个都亮了。刚刚有一个瞬间。哎、欸、呀，下面这个调下面这个看看。哦，有了有了，哎、欸，为什么？哎、欸，为什么？这边亮了，这边亮了，到底为什么？然后嘞，然后嘞，那所以这边也对应我拿到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对应一下，不知道这个不像钢塞、哦，下面这个是石子。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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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哦，开了开了，更多的台子。哎、欸，这个高度好像，嗯。蓝星，这个不用调高度吗？不用排排站吗？你来啊，你来啊！你不是比较，你是比较会吗？你刚不是酸子想干嘛？哎、欸，这边有一个把手。我换另外一边了，是不是？这边这边这边啊！哦，哎、欸，小小的耶！小心了。你那个小小呢？我的这个上面有台座，应该是放在这一边的上面。什么？哪里有台？哦，这边。够了吗？还差两个。哦，它可以用空白键旋转的。还差两个。这就是这个后面了，是不是？哦，哦哦哦，我知道了。怎么弄？从这个角度看，远方有没有时间计时那边、哦，把这四个调成那个方向，对不对？哦，嗯，哦，
有点近视，不好意思。应该是吧。哎、欸，那这个是不是对应外面那四个啊？四个门的那个样子。我们那个正前面不是有四个柱子吗？我这个应该要放里面，对吧？放。安心，你完成了什么？啊、就是这个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然后你看到吗？放这里。前面的柱子不是有高到低？啊，有了吗？有你的。有哇？什么？哇，一直在长大、欸！天哪！我不止天啊！我星座哎、欸。这个也是相，也是对外面的场景哦。哎呦，番茄长大了，哎、欸，真的哎。好哎。什么什么？哦，这边。这个人面狮身像我一直没看到、哦。最右边啊，白痴哦。哦，看到了。拉到右边去了。哇。番茄长大了。嗯，再往那边一点。到左边吧。没有把金字塔在中间啊、這個？对，去左边，去左边、哦。对啊，再去左边。对对对，他去中间。对对对。好，这个带来这边。有了吗？嗯，怪怪的。没有对准吧？啊，你嘞？有呀、啊！天哪，在干嘛、啊哦？是的，搞人哦！哎、欸，天变暗了、哦，看天空。天上有星座，星座。哇！天上是繁星耶，哇哦哇哦，然后要干嘛？按相对应的星座吗？对，我找到应该是、啊哦、对，这个是对的。嗯，看星星好困难啊，对不对？还差一个，这个选哪个？剩下这边的，对了吗？那个不要按，头马头，按回去。我刚刚按回去了，是这个啦。这个是，那叫什么？这是哪个啊？左上这对啊，就是头上这个啊，人家。二三四，看起来像个北斗七星加三角形啊！北斗七星加三角形，哈啊这个啦，头马头，哦头马头，你刚刚哦你刚叫我按这个的，不是，这个还要按吗？那这边还有什么？这是不对呢，这个啊，对，这个是什么？一二三，哪个？这个吧。这个好难看哦，那个就不用按了。那我这个还要按番茄哦，有了，怎么按呐、啊？我想到不用按嘛，哎、欸，结束了，我没有看懂。没有，就反正是头上的就按下去就对了啦。你可以按留下来去看啊，嗯、留下来就是在这边看查一下。啊、你看啊，哦，总共对啊四个啊，为什么你按全部按下去就好了？我也不知道哎、欸，奇怪、欸。总共几个？一二。那边两个都按下去了、喔啊，真的耶？没有，刚才是全部都按下去，然后我把其中上面那个按掉，然后就过关了。哦，我按回去。所以是下面那个。嗯，对啦，哦，番茄。这个难看了吧？然、哦、后、欸、怎么回去、啊？那怎么不可以跳？那我怎么回去啊？刚刚就对了，一直被你按。你要怎么样？那谁在来呀？我啊，好爽！我怎么回去啊？这种游戏，哎哎哎，游戏、欸，我的游戏不见了。哇，他先逃出去了。你是逃脱什么可以先走？我闪退了。嗯，那我们要怎么回去啊？好像是要重开大厅。啊。好了，那就出去啦。哇哦，它还有 DLC 呢！天啊，哇，有这么多啊！它、哦、还有工作坊是其他人的、哦，对吧、啊？对啊。
捏脚在这是不是自制角色？啊，我也要捏一下。为什么你要学我？记得把鬼魂形态弄掉。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房间要重开，是不是？没有，一样在这个房间。哦，好。哟，我进来了。进来呢，进来呢。我才，而且我才看到你又把番茄做成直播的那个红点点。嗯、那边最适合他了。什么意思？你去看繁星的缩图，找一下你自己。找不到你自己吗？嗯，找不到。我人在哪里？我看不到。好了。哇，九度！天哪！九度，我室内十度啦，室外九度。啊，讲话有烟了，吞云吐雾。嗯，真的。为什么去看我的封面？他不给你看呢、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大家来找他，我在哪里？好了吗？啊，一样的，快来呀、啊！一样的代码，嗯，我一样的哦。嗯，嗯，我需要密室逃脱一下嘛？好了，办，帮你挡。这一关是太空船，我已经准备好太空装了。那我们埃及的是通关了，通关了吧？埃及是通关了，好耶。它有个选项是可以自己就是按照背景来换装，所以你们全部都太空装。哎、哦欸，没有，哎、欸，你不是哎、欸，这边有狗狗哎、欸，我最特别，整个在天空上飘哎、欸，耳机啊，这英文会飞，会飘哎、欸，白痴哦、喔，东西会飘。同学们晚上飘啊，破了。番茄，番茄，给你看这本书。嗯，啊，头会痛，我那样原文书。Oh my god！ 丢掉，丢掉。可是，原文书一片。Oh my god！ 抱枕、欸。哦，小飞机。边上了三个锁。三个锁，然后下面三个狗狗的萤幕可以切，切掉，可以切。天哪，一般电脑有东西耶，我手上这台，嗯，打多帧啊，哦，多帧有那个手机版本的，有啊，麦块都有了，那么多哑铃，天上还有什么没拿下？繁星。我们哦，有扳手，然后刀人了。嗯，离他远点。哎、欸，先杀了我，快点，快点，我不想解谜，先杀了我。哎、欸，先刀你。那扳手是要扳哪边？哎、欸，有跟你讲，扳手在这边了。哪里？哎，没有，好像跟你讲说可以拿出扳手，哇。杯子碎片。我、哦。哎、欸，安妮，安妮，看到了，欸、搬这里，搬这里。在哪里？对，我跑去看提示了，哦、受不了了。有吗？可以转吗？有，可以。
那提示看过就扔掉了，丢掉了。然后应该就是我手中这个了吧 ？Cosmos。哦，我这是什么？哦，奥里穴，这是什么？嗯，这个工具可以干嘛 ？A B C D。这个不知道哎、欸，这个好像原本就有在飘的。你手上是什么？对，但我现在弄不回它，等我一下，我要怎么把它弄回来？哦，移除。来来来来来来，这个。D E F。A、B、C 必须连上，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电力，对不对 ？A、B、C 必须连上 ，D 需要电池 ，F 电池可以吗 ？A、B、F、C、A、B、A、B、C、D 电池放哪边？在我手上，我要丢出来吗？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嗯，你解开了什么？被砸到了，盈利没了，你怎么解的？嗯，你怎么解的？我不知道哎、欸，我嗯，我解了盈利哦。啊，我们还要继续解电力吗 ？A B C D， 电力恢复，我们还差什么没恢复？哎，这个结束了是不是？哦，这个上面的锁都可以打开了，三个。哦、工具，我把工具放椅子上面了，要自取。喂，好多工具哦。杯子碎片。哎、啊、呀，有衣服哎，赶紧穿一穿。为什么？我有穿啊、冷吗？我冷死了。嗯，公式包。还有，哦，有眼镜。嗯，这是什么？哇，太可怜了吧！哇，这个琴，天哪！知道这个口琴，知道这个口琴的人应该。孩子都打酱油了。哇哦，这个萤幕是什么东西？哎、欸，你们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哦、看看啊、哦！哇，什么东西啊？红故障，橘启动，橘需要电池。哎、欸，我这有电池，我这也有一颗，我这有两颗。等下我手动重启。我现在从玩具身上拆，好可怜。欸、是没有手动重启是什么？电池放哪？这里吗 ？LOV 除了 LOV 在讲什么？他自己讲的啊！你看这个地板上那个那个图片。我把这个放在桌上好了。嗯，这边还有大家都可以看电池。哎呦，电池放哪边？电池这边有一个，我放在平板旁边好了。对着门图标连按五次紧急协议。你也是红色这个吗？对，需要对着门图标连按五次。我。你叫 Hello，Hello，、啊、你拉这个娃娃，你要玩吗？啊，里面有个坏掉的电池啦，右边有个绿色。他怎么对着门连按五次？有，我刚按了、啊，有一些碎玻璃掉下来。Hello，Hello、啊。Hello. Hello.我刚这个螺丝是用在这里的吗？嗯、哦，不是。怎么对着门按五次？个人房间控制软体，这个。
房间控制软体，哪个是门呢、啊？狗狗按钮是什么意思？这个房间控制软体、嗯，什么是房间控制软体？这个吧，应该是这个吧？是这个荧幕吗？这个看起来就像可以控制的东西啊。他说 ，EDM 在门的左边。EDM 在门的左边。嗯，这个火箭跟这个很像，七号火箭。这个，这是门的图标，这是门的图标，门的图标。哪个是门的图标啊？该不会可以拆吧？不行。门的图标，把它放在这里好了。这个企鹅后面有两个电池，我把它拿下来。我刚放上去的啊，刚才他讲 hello 的、啊。哦，你放上去。哦，哈哈，原来。你可以拿下来，你可以拿下来。那你们的图标是哪一个啊？开了，我刚刚撬开这个东西。哦，这好像是紧急协议，是不是？然后他说要对着门的图标按五次，在房间什么控制软体？什么是房间控制软体啊？电脑吗？嗯，十四个。电池要装在哪？Seven 七。一号，一号是门吗？不是啦，我刚看到那个火箭，火箭有七，火箭，该不会知道我读英文书吧？白痴哦！加油，这是你的专长了。我不的，你可以的。我不可以。你是我们相信的那位安妮。啊，按错，我总是觉得那个是东西，白痴。Lock。 我还以为这个是这个算是螺丝起子。EDM 故障，个人电脑手动重启，个人电脑。找不到。哦，我觉得这个不是个人电脑吧？吓死我了、这个东西在哪里？火箭加上跟什么？为什么我有这个？等一下你，怎么了？没有，因为，你身上那个很像奖杯的东西，有看、还是锁的？我有很多个我有三颗的。对，这个跟上面的图很像吗？还有一个，不是这个，等一下，左下角那个星星吧。三个，那个奖杯，对，不是这个、啊，是不是要搭上这个？我放在这里，应该这两个。还缺一个啊！暴力破解，你试试来看。
有了，有了、欸，暴力破解啊！对，啊，然后呢？哦哦，开门啊、哦！控制啊！按五次，按五次，按了，按了，按了。哇，原来是这样，好哟。Insert 啊，要放那个电池，你们刚刚的电池在我这里有三粒，有三粒吗？我们这里有四个，那坏掉不要放、哦。对，有个绿色的不要放哦。Okay. 哦，真的。嗯。好，放上去。耶、oh yeah, ，呜，可以了吧？哇。Oh.哇，好黑哦！而且是卡在，对啊，你很黑，没有，就是卡在那个啊奖杯那个东西啊。因为刚刚想突然看到你的腰上，哎、欸，等一下安妮，你腰上那个东西，你拿出来，干嘛？你这不能随意乱看别人的腰好吗？那可不能随便带走，会要罚钱。你为什么把自己用这么黑啊？我想说跟你躲在角落啊。好吃吗？你在吃什么？饼干啊。哇、哦！电力不足，电力不足。指纹，金属棒棒。哦，哦，这边有两个氧气筒。氧气筒。推进器。推进器是要干嘛？嗯，看不懂。啊，金属棒、哦。接线插脚，什么叫做接线插脚？打开里面。那金属棒在哪里啊？在哪里？对呀、啊，这是金属。这是刚刚是要拿起来的吗？来，你放给我看，你插给我看嘛。嗯、你插进去。哎，门禁卡吗？对，门禁卡。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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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哦，好。有吗？啊，等一下。不对吗？有了，有了，有了。啊、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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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卡机。密码哦。等一下，对，要有密码。嗯。推进器。什么是推进器？入金属，要放这个吧。哦，它的密码是九宫格，然后、啊、这边金属很多，也有金属棒，哦、有金属，我看不懂。推进器，先把它放这边好了、欸。这是什么？什么意思？三三三三三三。对，我看不懂，我把门禁卡放在哪边？那这个，那这个架子上好了，我刚刚也放在这个架子。哎呦，哎、欸，番茄马上把架子关起来。不是我关的，不是我关的，不是我关的。哎，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它跟旁边这个平板总共有两个，有关联。哦、对对。它跟这个平板是有关的。那个地板东西已经被我撬开来了。啊、撬开来、啊、你要做事啊。那真的也可以用啊。实心填满，多孔填满。这是什么？第一格填满。无人机。不是你撬开，如果你拿到东西要跟我们说，你不要你都撬了都不讲哦。我们刚刚有在用吗？电卡编程程式。嗯、哦，它自己动了吗？安小姐，哎、欸，等一下，正在地板施工。我踩到你了吗？没有，踩到番茄，番茄会生气。要接起来是不是？啊、它可以拿起来，红色的部分可以拿起来。哦，
在这，我可以这样做，然后丢掉，接过去。哦，我身上有新的，是我要去接这个东西，是不是？好吃吗？哦，是这样子用吗？嘿，哦，我把它接哪边、哦？不行啊，不行吗？地上怎么有卡？等一下，地上怎么有卡？那个是损坏的，好像不知道还有没有用。不是这样直接接哦。有吗？有吗？这边有这些。这个吗？嘿，有哦，有哎，这个可以接。接起来了吗？身上还有两个。这边。OK。这个也要吗？你看墙上，你看墙上。后面的墙上。不是啊，无界。这个吗？对。可是我刚用它。这边还有啊，这边还有一个啊，这边还有一个啊。哪边？哦，这个哦。有了，那你那个箱子都接上去了吗？你那个还要接上去啊？还是没了？还差一个、哦，没了哎、欸！都到你们的身上。哎、欸，嗯，这不是他、啊。这个是多的啊。请放入金属。我这边有一个多的，可以偷拔之类的。嗯，我这边现在有两个了，好烦哦，这些。雷射感觉好危险哦。哎呦。我先把这些板子堆叠在一起哦。金属复制器。什么？哦，冒烟了。不会吧？哦，这个门禁卡要怎么用啊？懂了。擦脚和擦谁的脚？请放入金属。损坏门禁卡可以吗？不行。那个门禁卡看起来跟这平板上面的图案应该是有关联，只是不知道。门禁卡编程程序，圆锥，放入金属推进器，请放入金属。氧气瓶，氧气瓶要装在哪？那两根。我是天才吧？你干嘛了？你干嘛了？没有啦，刚刚这个是这样子，对不对？哪个？这个啊。哎、我把它电力线关掉，然后就可以把刚刚无界插不上去那个管子插上去了。哦，然后才连电哦。原来，然后嘞，刚刚冒蒸汽了。没有，关掉了。哎、欸，可以把这些金属棒丢进去了。哎、欸，对耶，哎、欸，进去吧，好呀，掉了。复制器好像是他这边说的金属合成器。妈，应该是要做圆锥和推进器吧？你们放了金属了吗？我在狂放了，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些金属没有放。那个门禁卡是没有用，是不是？它上面写的插入了金属六公斤，插入金属六公斤，好耶！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做？要做圆锥吗？圆锥是这个，除了中间以外，对，怎么做、啊？哦，他有讲，等一下哦，这里有讲，他说三排指令。要看一下那个说明吗？好呀，这里啊，这本
哪里？这个左边这一这个满空半满为实心，多空为天。都指令。不用看啊，那就用金属合成器。执行指令的次数，来看繁星表演。不是，重点是中间要怎么空的啊？哦，空了。你是要四，然后一，然后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四一四。你叫去四一四。七四一四。快了，游乐圆锥对不对？然后再做一个推进器，再做一个推进器。番茄去表演，快，你学会了，你学废了，去吧。所以门禁卡跟那个平板都没关系了。我也觉得那个门禁卡好像骗人的。番茄，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们需要几个圆锥啊？我们放了六公斤的铁。对耶，要几个？嗯。番茄行不行？你刚刚用掉了一公斤。番茄行不行？番茄不是这样按的啦！你不要！好好，你再叫他。他等下哭了。番茄来，启动，按下去，你就知道我赢了。我知道是这样，我知道啊，我知道，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样子啦。不是啦，不是啦。啊，这个比较难呢、欸。对啊。这个要，它这是隔一个来一个，一個天哪！对，门禁卡，然后看看呢，然后哎，怎么不见了？总有九个，白痴哦，这样吗？半满的话是第一格实心，第二格多孔，但是全部都啊，两个多孔就是满。多孔是什么东西？这样吗？不是不是，好像不需要，不需要办的耶，好像。看点点点的，就是。你说这样子先。上面多一个哎、欸，我上面多一个。啊、八八八八。等一下哦。我们是不需要半满的，你不可以留零吗？那个第三个不可以留零吗？可以啊，你按，你这样知道了。啊、哦，他就不会一直执行哦。对啊。嗯。我暂离一下哦。好的。马上回来。哎，不知道哎，天哪！什么东西嘛？啊！多孔金属，它两个半满是会变成……哎，怎么了？你这很接近了耶，怎么做到的？反过来就好了。哦哦，哎、欸，多一个，还多了一个，就是这样子。
哦，哇哇，你是小天才耶！天哪，然后吃一口饼干就会了，吃一口饼干就会。你是什么哆啦 A 梦的饼干？那很冷，真的好冷哦、喔。哦、那就把零件装上去吧。无故的光焊库。把你要把无界装上去什么？你说把零件装上去。装去哪边、啊？装去无人机这里啊。你装啊？正在装、啊。是装在哪里？它装在哪里啊？一楼，一楼，一楼。这里吗？我回来了。是啊，怎么看像 V 八、欸？那这里、啊？你差一点被番茄丢出去了。你差点屁股不保了。哦、啊，真的假的？没有好吗？好可怕！那还少一个零件呢、欸，在哪里啊？哪有什么零件？还要再做一个吗？缺一个什么？飞行吗？还是什么？还是缺推进器？这里啊，这里啊，柜子上有一个无人机圆锥，是这个吗？哪里？哦、oh. ，来来来，你拿出来，来你们合在一起。你还，给你，地上地捡。地上这里，这个。把橘子饼干，我怕剪不掉。有人笑得合不拢嘴。好了。哦哦哦。哇哇哇哇哇！哦，杀人哦！杀人啊！镭射啊！他在那，他要干嘛？这里，哎、欸，你要控制一下他吗？等一下，要戳那个是不是？放我出去！门禁卡，原来是这样。哦，门禁卡 ，Go Go！ 如果这个一直打人的话会怎样？哎、欸，还是要用损毁的、啊。不行，完蛋！所以门禁卡还是要做题哦。哎、欸，不行。啊，我们还是要做题耶，吴杰。门禁卡。我做题，不好意思。没有做题，这个门禁卡这边这个题我们一直都没有做。哦，来啊，我看啊。等一下，我先插门禁卡进去。你看，有个数字。嗯。然后就不知道了。嗯，哇、啊，好吵哦，那个无人机、啊。番茄可以管管你家无人机吗？可以啊，现在不听话。那关掉那个就好了、啊。它关不掉哦。哎、欸，那这个备用的门禁卡是干嘛的？写数字是什么东西啦？哎、欸，我的门禁卡在我身上，等一下。插了，这数字又是什么？这个备用的可以干嘛？唯独的，什么意思？啊，我没有提示吗？哎，这踩地雷吧？还是我们要先看？还是我们要先看？扫雷哦！先领啊！好了，然后嘞，有什么东西？还是要先看那个旧的，看它是什么啊？这个新的是空白的耶，可读写。哪里啊？哪里还有提示啊？还有一张蓝色的嘛，那个是损毁的。嗯，唯独没有啊。好像说他用它来扫那个、喔，会怎样？你擦。小于等于二，没拿啊？不在你手里啊？擦，哦，不一样了。唯独一，所以是要一二二吗？一二二，要搞成这样是不是？好，你试试看。哎、欸，你记住了吗？红的门禁卡那么多张。有两张，一红一蓝，嗯，自古红蓝。我是要零，右边要零，你好。
左下角那个是不是要搞掉？对了，左下角这样应该是正确的。右上边二嘞，我看一下这个。哦，一二二，它跟中间要一样的。一二二，哦，原来如此。天理，这个是二，这样子。不是右边零啊，来快点。不是，不是啊，这个等一下、啊。我知道啊。这个是二不就好了吗？没有办法，不能是二哦，只能是一哦。对啊，嗯，零一问号啊。跟我说这是踩地雷吧？懂意思吗？懂了。对啊，但是你那边又不能二一，有没有？抱歉，再看一次吗？再看一次蓝的吗？不是，卡，给你插。我是要把它关掉而已。哇，太吵！很吵啊！引擎，我要拆了。它是要什么来的？一二二，嗯？我可以再看一次那个蓝的吗？在我这边。好，剪。怎么不一样了？嗯？怎么不一样啊？好好好好。他说你太笨了，我觉得这一张好像是在地上另外捡到的，所以我有两张哎。哦，有一个是唯独，然后一个是备用的。这个是备用的。哦。然后他提示第一个是一，中间是零的。我再插另外一张吗？你插。对，等一下，这个。然后第一个二一二嘛，二一二，一一啊，嗯，来这样。二一二，一二二，二一二一二零。二一二。好，你可以插回去了。好。哎，等我一下。红色的哦，对，二一二吗？为什么不能看？都不让我用了哎、居然，我离远一点。等我一下，他不让我看了。对啊，为什么？那我把卡丢地上，你可以吗？我放地上。我的记忆力快不见了、哦。担心，快！好，可以看了。二，这样吗？然后这样子，然后零。对对对。一。没有，这个应该是一。右手边端右边是一。右边是一。我知道啊，可是。这样子，好像有了。Nice， 好诶。然后呢？啊，这个卡可以用了。好耶！啊，这是要两张蓝卡合在一起，去，可以了啊！我刚刚想说，繁星已经在看蓝卡，怎么地上还有一张，我就捡起来。因为原来有两张卡。嗯啊，懂了啊！我的脑子，哦，我暂停一下啊、
哎，不要每次进去才暂离吗？直接在倒数哎。我也不想啊，好了。天哪！我不想白板上面的东西，好痛苦哦。要合成什么？现在是化学了。哇塞！周期表可不会，我没有背过。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地盘呢。强项啊，好，那交给你了。我文科生没办法。这要干嘛？这还有元素周期表。我高中学历，我高职学历而已啊，交给你了。那他是要干嘛的呢？他仔细看，对应三种原子，所以嘞，这里有文科生可以发挥的地方吗？好像没有。有没有可以画画的地方？我来，我来。供给橱柜，哦，里面好多东西，要先想办法把这个打开。药品橱柜，哦，这边的药是可以打开的。甜甜圈呢？物质最爱。不好意思，那个战离不是吗？打字很大声哦，战离声。哦，我也不想。哦，我敢用打字的。好啊，叫你接。你怎么那么自私啊？你刚讲说你弟在密室逃脱，对啊，你现在才这样讲。按到。什么东西？地平插入口。这边的药剂要拿来合成什么东西啊？给他加密药吧。有三种工具：金属回收。哦哦哦哦，这是什么？汽水罐回收。我记得他好像说汽水罐可以回收。地平插入口。所有铝废料通通回收，用来生成铝酸钠。合成方法很简单。对，刚拿到罐头了。啊，丢进去吗？这个我最好看得懂。合成。哦，他合成了什么？了合成一个铝酸钠。合成了一个铝酸钠，然后这根是铝酸钠，一根，这根中间这一根铝酸钠，哦，嗯，中间这个是什么？我不知道，它可以上下移动。哈哈哈哈哈！鬼畜，天！哎、欸，等一下哦、喔，三个数字，我要插咯，我旁不行插、欸，哼，哼什么？大声，在讲什么？三个数字而已嘛。是啊，啊，请问这个，你看一下这边冷却插入孔，这个是什么？是不是拿来插东西的？请问这个是耳温枪吗？哦，它这个是能源核心，它这边写结晶体损坏，冷却液滴，门故障了。对、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东西。我要插那个东西，刚人恨我一下。它不能动了。哎、欸，对耶，玩坏了、哦。真的。冷却液插入口，这是放结晶的地方。谢谢你的说明哦，我刚才讲这个东西耶。哦，哎、欸，那不是，哎、欸，这门里面有很多根那个，
攻击除鬼。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冷水。稍微感觉好像可以撬开扫地机器人。密码是什么啊？键盘？我不知道。键盘？嗯，对，下面有一个，这里。听到番茄的屁股。哦，三位数的。应该不这样吧？嗯，这边有红色的东西，代币。有发亮的。这个应该是红白这个吗？啊，红色几个吗？也不对啊，红色两个。哦，一共啊，加起来吗？对啊，会不会太多啊？这样还好吧？还是不会，还是不会，数一下，红色八个吧，一二三四五，你手里几个？三个。你手里三个，三加三加二，八个。然后蓝色。可是，那个不好意思，你挡到了，你挡到了。你的屁股。五七绿，蓝色七个。先白，先白色。我先白色。三。八个。超过了。超过九个了，超过九个，总共十一个，九啊，桌上的也要算。啊、等一下、啊，他刚刚这边有一个板子说，他们太像了。白色是零，是不是？它上面的啊，那是 O， 不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先是三三三，十一个。会不会超过的就是还有什么三十二嘞？蓝色是几个啊？没有一个一个是吗？不是加起来？你看工具啊，没有耶，工具一个一个是呢？二。二四一，不对，三四二，四二二，去你的！为什么都不对？跟白板上这个公式有关吗？不对，啊。嗯，三 D 列印模啊，
这不是各自的。奇怪，他们对各自对称实在是太奇妙了。仔细看，他们总共有三个。我们已经将三个都输过了，对不对？三三三。哦，还那么改哦，天啊！三种原子，怎么会不对呢？好气哦！哪里出了错？瞎猜，也猜不到。我们这是可以随便乱动的吗？可以打乱他的组合吗？你？你说什么意思？你说这个东西？你看我这画面呢、啊？哦，就他点开预设是这样子，但是他可以像点这个，然后打打。哎、欸，你在哪里？哦，荧幕这里啊。对啊。我看。啊、哦，是他预设的。然后左边不是有说剩下多少吗？比如说可以这样摆。对。有没有？对。也可以取消，但是也可以把他这个原本的拆掉。那你跟我讲一下，拆掉左上跟右下的英文叫什么？啊，左边是那个叫什么结晶体啊？啊右下，右下的是冷却液、哦哦哦。啊，就照着这个就好，是不是？对，可是我刚刚掰的不够啊。好好好好好，试试看。1 + 3 + 4 + 4 + 8 + 1 + 1 + 3 + 4 + 5 + 7哦，打哈欠喽？没有，我是哦，怎么这么难？啊啊啊！啊啊！救命哦！真的很难呢。可是这个感觉就是已经颜色已经在这边了耶，为什么就是不行？气死我了！嗯，三个颜色。各自对称。
我刚才是把八什么七的全部都试过一次。可以用吗？不行。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可以撬开哦，因为已经开一点点了。哦，冷却液做出来了，我气死！哇，做出来了，太强了！它可以拆了，哇，它可以打散了，然后。就照你刚刚不是问你吗？右下角照这个牌就好了。嗯 嗯，它可以打伞呢。对，所以我刚刚全部、哦、全部弄掉。阿森上面这个是哦。洗一洗看有没有掉色是不是？因为它刚好有红色跟蓝色的按钮，我在想说有没有关机，看来是没有，就单纯是热水跟冷水嘛。就是刚刚番茄拿工具不知道干嘛，解不出来。也不能猜，洗手，空手机吗？氮气和酸钠，哦，氮气，氮气，氮气，不要。哦，氮气，下面才是重点，是不是？必须很仔细看才能看出差别。哦，白痴！啊，没有啦，因为刚刚不是那个吗？你看这张图，哪一张？墙壁上那一张，因为刚刚看就是有一张，有一个球球，这些球球有一个是跟另外两个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球球哪里？这个啊，好像这个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一等于二。这两个是还是什么的？哦，等一下哦，红是二吧？嗯，红是二，然后白色是三，蓝色是二三。哦，来，我解释一下、哦，做到的，怎么做到的？就是你注意看这三个，哦、红色会一个是被霸凌的，蓝色会一个被霸凌的，红色。对对对啊，跟别人不一样的。对，我刚啊，在看这个，我想说，所以我们是要选被霸凌的。对对对，就是跟另外两个不一样的。啊 ，so that's it。因为我刚有在看，因为有一个蓝色啦，我那时候想说蓝色怎么都是两个的。啊，有个是碟子那个啦，视角问题。啊，天哪，哇，哇。火焰喷枪，这种
火焰喷枪是要喷烧杯的吗？火焰喷枪，我们家结晶体要喷什么的？跟这平板有关系吗？以验证八倍。所以你，所以繁星，你做了那个，你还没有做结晶体是不是？还是我们不够？啊，哦，缺氮气，但是在后面吗？我不知道，在房间后面，后面有氮气，这个房间后面。嗯，他现在锁住进不去。对啊，所以这是什么？解锁是什么？遥控器是什么？哦，该不会遥控器就是解锁的吧？哦，这里又有九个数字哎，对吧？你翻到后面，你可以看后面，它后面有个8013啊，810是什么？嗯 ，O N O N E O， 对不起，等于一。我才把柜子关起来，谁又打开？可恶，他又撞到他。这也不是810哦。没事。哦，八跟十加起来是万，所以万是等于一，所以后面还有两组数字啊，哦，所以就是一什么东西，两组两组的90这么多，9075，然后在这边看吗？九十。可是这个，哦，是 three 之类的吗？90和75哦，75，真的也 three 耶，三，哎，欸，是吗？13，哼，少一个 e 耶，13，然后嘞，刚刚是什么？哎，那个，天哪，这么少呢？99，119，99，119，LOX， 这是什么 ？ESLX， 这是什么 ？Six 哦 ，Six， 三一一六一，一三六，三六，哦，好耶，哈哈，扫地机器人有用，哎，哦。我在这边看 CCTV。 嗯，然后呢，所以我们要扫地机器人进去哦，可以操控扫地机器人吗？阿狗，欸，在我身上，对不起。哦，你要它，欸，我放出来了没？镜头无法使用，还没，你再放一次。哦哦哦，它是在动了吗？欸，所以有一个人要操控他吗？我动不了他哎，欸。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好了。嗯。怎么不进去？你哦，他怎么动啊？您看，门的另外一边有一个通气孔，在下面，哦，所以他要从通气孔下去。这个，对，而且在拼那个，这个，那个，对。他怎么要用工具撬开它吗？要把它撬开。嗯，那里有工具可以撬。嗯，哦，你怎么聪明？哇，哦，你玩 GTA 哦？哈撬开它，哇！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小可爱。是啊，你要操控它不是吗？哦，是吗？我们想都是吧。它不动哎，欸，我要怎么？嗯？哎，欸，等一下，它怎么移动啊？它不动呢？它是卡住了吗？
奇怪，他不动哎、欸。安心，救命啊！来，我可以过去是不是？欸有自爆程序吗 ？Diva， Diva 爱你哦。还是机器人要电池之类的、啊？没有看到电池、欸欸。这边放进去了。我放对放进去，那它不动哎、欸，遥控器没有办法操控它。对啊。嗯。哦、欸，失去连线了，欸、为什么？哦、掉有东西掉下来了，氮气。哎、欸，拿到吗？拿到吗？拿得到，拿到哎、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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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欸，是这样玩的吗？不是不能动啦，是你要往前推啦，好玩你。怎么往前推？走。他，你是不是按上下左右而已？你是要按住，然后往上推，往下推，有吗？没有，按住。那、啊、现在失去连线啊，坏的啊。哦，好吧。哎、欸，换谁来玩？快点，到左上角的牌而已，很简单，很简单。哎，阿茄是不是想挑战阿茄？阿茄每次不讲话的时候都很强，玩什么游戏都。以后不要讲话了。阿茄，阿茄，不要脏，没有听到。问号，问号，问号。等我一下。打狗是不是要打狗了？杨阿茄要不要玩？好诶、欸，我想说我断网吗？还是怎样？你们都好安静哦、喔。对啊。怎么了？没有，你们解完了。阿茄不玩啊。阿茄怎么了？他刚有说他暂离两分钟。哦，好贱哦。去偷姐姐的，嗯。Yeah. 啊，我没有玩到，可恶。来留下来啊。只要我不是太空服哎、欸，所以那个机器人为什么我操控不到？好奇怪哦、喔！没有再那不然再来玩一次这一关，没有，这关太难了。哦，他那个是摇杆哦，白痴！我是说要推他哦，我是说要推他。嗨、啊、哟、哎，我以为是按钮，原来他是 switch 啊，真的是。懂了，他现在可以用了。好诶、欸，还有甜甜圈。哎、欸，真的，看都饿了啊！在你的腿下，在你下面。啊喵喵！不好意思，我们可以下一关或是休息了、欸。你都不玩，番茄都不玩。
一张，最后一张。不然再一次这一张给你破关看看。我都可以搬起来、啊。这一关就算再一次，我觉得我也不会过，太难了吧？哦，这一关我一定可以速通。为什么？因为我带姐的哎。哦，你说再来一次的话，嗯。保险师。最后一关，加油！装备太空衣，所以我们要穿太空衣。压力错误，又有密码，里面又有氧气瓶了，工具袋、平板、保险丝额定值。这是保险丝。动操作，这是什么？打不开。温度。连不上感应器，压力太低。硬平板电脑。嗯？我又忘了这里的密码，实在太多了。绝对不可以烤棉花糖饼干，绝对不可以用汤匙拧螺丝，绝对不可以开门。我所漂浮之物为第一位数，标准的温度为第二。最后一小位不允许我没有加密的好多键盘哦，这是密码。标准作业温度啊，靠呀！棉花糖饼干，棉花糖饼干。保险丝要装两个在这边。哎、欸，这里还有一根保险丝，装哪边？这里我蹲的地方。不好意思，我装完了。嗯。欸、而且还多哎、欸，哎三十、二十、三十有什么区别？这边有个平板，哎、欸、不见了，在番茄身上。那个平板上面有写说什么东西要数值要多少？哦，番茄你把它丢地上，我们可以按空白键一起看。只有开门，可恶。哦，这里有写数字哎，嗯，二五，我们现在是要什么？要太空衣对不对？要九十，嗯，然后温度感应器跟氧气感应器吧。哎、欸，它保险丝上的数字不一样哎。对啊对啊，就是那个平板上会写说每一个要多少。加起来，氧气感应器要15，温度感应，哎、欸，两个都要15，那边两个都要15。好了。OK 吗？有吗？都15了。咦？然后我看错吗？冷却液感应没有啊，没有冷却液。温度感应，氧气感应器跟温度感应器，对，都是15。嗯，太平凡。那边有温度感应跟氧气感应，还有什么？冷却液感应，还有一个冷却液感应器。对。哇，没有哎、欸。对啊，我没有学屁啊！这下你很困是不是？讨厌，讨厌厌，这个鸵鸟。我所服之物的第一位数。我所服之物。他服什么？哪里？哎、欸，嗯，我跳出重新连接中、欸，哎、嗯，对我也是。哎、欸，断线吗？好耶，番茄坏了。哎、欸，不是哎、欸，房间内没看到五缺。无如缺，对不对？无界。哦，是我断吗？嗯。
那我可以进去吗？我试一下。啊，很多香肠。哎、欸，可以哎、欸。牙肠啊，我们速通。番茄快睡着了。四个位数。我现在在我的房间啊，室内哈着烟。哎、欸，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螺丝起子，这个嘛，来解一下这个标准作业温度。啊，你不见了？哎、欸，完了，他被抓走了。那下一个是我。哎、欸，你是连那个语音都断掉了。怎么办呢？大死131563。这边只有三个数字。先少了四个，五六八九被撕掉了。氧气瓶怎么在喷？好、哦，该不会是这个吧？哦，不行。那看起来可以拆，又不行。我这个钳子可以拿来干嘛？
他说烤棉花糖对不对？烤棉花糖，对吧、啊？一个平板上面写说烤棉花，啊，你脚下，他是什么烤棉花糖？密码实在太多了。绝对不可以烤棉花糖饼干，用汤匙拧螺丝，这样啊。按提示了，烤棉花糖饼干。行吗？这块看起来可以拆下来。对啊，你拆得掉吗？拆不掉。你那扳手也不行。嗯。怎么会这样？记得安全协议还是这个啊？这样用的吗？剩这个了。呀，拆不掉。这有什么意思在吗？啊，完全没有头绪，没有，真的没有头绪耶。烤棉花糖饼干，可是安全帽必须装安全帽。哦，啊，挂钩，怎么了？没有啦，按提示。如果天哪，你怎么办到的？哦、番茄完成了什么？你隔壁这个啊，
哦，那个那个，哎、欸，啊，那我也看半天呢、啊。384，我看是384。下面的提示，请把你的平板交出来，看不到。不是你平板交出来，那腰上平板。第一个有火，哦，你说火在这边是不是？啊、哦，第二个工具吧。哦哦，原来就真的跟他有关系。第一次搞被暴力破解，但是太空一这个，我所扶之物有什么东西是它扶起来了？不好意思，你腰上的工具可以拿出来，那不是要开的吗？没有我不行了吗？开了，你要不要进来？你爆了吗？你聘工具不是你腰上的盒子不是拿来开的吗？这工具可以干嘛？还有这边。照理说，但是他没有反应。15，15，25。嗯，刚刚不是有三个工具吗？他怎么少一个？你不是啊，总共三个啊，这边两个啊。五戒手上，没有，我手上这个是一开始就有的。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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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屁股这边会有一个。一个，嗯，都不对。那螺丝起子是一开始拿到的。不行哎、欸，爬不上去哎、欸。来，你试试看。网路爆炸了，脑袋也爆炸了。对，打不开。哎、欸，为什么你打得开？只有代币吗？哦，里面有两个。螺丝起子，它有螺丝起子的那个。有啊，我是用空白键呢、啊。哎、欸，这边有一个，四个装回去会有把螺丝起子放回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吗？哦，那抱歉，我拿出来给你。我也只是猜而已。没有啊，它是
它里面有多了一个三角形的哎、欸。我来试一下。没有。哎、欸，那螺丝起子放不回去。别想了，这个门要先打开才能放回去。嗯，他的提示敢不敢再过分一点？五二八，是哪里呀、啊？头顶。哦，度怎么了？19.54。那刚才温度是没有办法显示，现在有了。X4X5。哦，就我刚放对了嘛、欸，像这样子，有没有？嗯。很白痴，很像哑巴哎、欸！提子在敲房子吗？压力面板。属符之物，什么是叫他属符之物啊？A B X 乘一，波浪加二，两个波浪加一。不是你会你弄啊？哦，好呀。气压控制面板，哦哦，什么意思？啊！要让它两个停在绿色框，是不是？哦。Oh. 哦，开始是减一啊，那是这样啊。哎、欸，又不是。哦，头好痛啊 ！AB 是什么？哦，波浪是 A 加。哦，好像懂了哎。A 加一 ，B 加三。对。所以 X 是各减一。干嘛？波浪是加二，所以 A 会多。太吵了，在旁边。剩多少？啊，算数，好痛哦，头痛，好困难哦。番茄救命！反正就是波浪跟双波浪等于是加三，你懂吗？嗯。上加三，然后还在加三，嗯，两边都加三，哦，
厉害吧？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哎，好了。哎，我死了，我死了。头发掉了好几根了。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呢，在干嘛？气压面板。一四。这样子吗？什么东西？不是，怎么会知道？它在玻璃上面，我所浮之物应该就是气压，然后在温度，应该是上面这些东西。哦，所浮之物的第一位数，所以应该是一四。第二位，一四四五啊，这样子吧。哎，不是，最后一位，标准温度。这干嘛？哎，不是，糟糕了！浮之物是什么啊？对啊，我刚以为是压力，就好像不是。你刚用出来这个解完压力就变正常了。S I 标准气压温第一小数。温度低一，对啊，你不是你们刚刚1445吗？对啊，抱歉，我付出了第一位数，可是4415的话，我刚也有试过。最后一位小数，第一位小数，反正温度是没有错的话，就差4差5。第二位数，温度第一位。啊，看不懂啊。第一位是二，哇，我们猜错了，二什么？哦，第一位是二，氧气吗？哦，是氧气。对，浮尸物是什么？嗯，刚有个卡片啊，上面写28。对，我也在想说，那个浮尸物应该不是温度，找那个28，我找不到在哪里。这个五个格子是什么意思？我放在这里。
28.5 没错。对。可是28到底是什麼那个八在哪里？我不知道。啊、我看是上面啊，可是上面在哪里啊？就要把它。哦。剩下要供应它电力是不是？电力供应低下。20/20，嘿，要放哪里？你的螺丝棋子有用了。哪边？上面。哦，这个。好。哎、欸、哎、欸，它怎么飞走？哎哎哎！好，完了。卡关了，等我一下、啊。哎、欸，为什么他不给我拔？他直接掉下来，然后换个人，拔了一个螺丝钉，另外一个。哎、欸，杨师说不行。对啊，为什么一边可以一边不行？他把螺丝起子丢出去。它是十字的，哦，一边十字一边，哦，笑死，不是那个吧？那个不是吧？我想试一下，太讨厌了吧！一边十字一边，你那个怎么看都是急迫装置吧？好像没得对。没有这工具吗？好像没有、哦。嗯，没有哎、欸。对啊。找到代币啊。对啊，但是这上面也是写那个、欸、一字一字的那个、欸、不是十字的、欸、我再试一下。这样的，没有，你再看一下这张纸上面，这张纸上面它两个都是一样的东西。对吧？哎、欸，真的、欸。那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一边，要开另外一边的时候，都会把它给丢出去，不知道为什么。哈哈哈！对，番茄也是这样的，奇怪了。这不是已经不是密室逃脱了呢？哦，为什么我可以拆得了右边的，拆不了左边呢？啊，没有角度可以拆啊！
重开吗？我用最快的速度解完这一关。哎、欸，我成功，我吓死。有啊，就算我刚刚也不能打开箱子。完了，难道要安妮了？安妮，要你了。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是不是 bug 了。好啦，先这样好了。门打不开啊。对啊，这肯定是打得开的啊。我们现在知道怎么解，但就是打不开它。这里面还藏有东西吧？打开之后好像少一个，对啊，我觉得那一个就是这个螺丝起子。哎呦。看提示，还那么多、哦，哇！那瓶子，我们哎、欸，不是、啊，就保险丝。还有其他地方可以用到吗？安娜姐，等安妮啊！所以就改天啦、啊，等安妮，那不然就是明天啦、啊。五戒提早吃晕车药。啊，对耶，你有工作了，那就后天啊。不行啊，后天晚上可以。啊，是代币，我还以为是螺丝。啊，先这样吧。好、哦，要不要出去再进来一次？打开工具箱。啊，刚刚不是跟你讲说我们出去再进来？啊，你一直不理我，一直骗来骗去，拿螺丝起子一直在敲，有没有？你有没有？对啊，哎、欸、呀、啊，你说改天再来玩啊？好啊，好不好？可以、啊。他力气比较大，可以把螺丝拧开。哦，好哦，对不对？比较可靠一点。对啊，现在群主说这只兔子越来越皮了、欸，哎，好凶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跟我在一起玩，有啊，我刚刚是想说等你回来再来啊。哎、欸，这关太难了啦，元素那些是什么东西啊？对啊，那有点不相干。好啦，收台，辛苦了。哦，不行，头脑
炸了啊！你网络炸，我是头脑炸了，天哪、啊！哦，不行、欸，我跟你讲，我玩密室逃脱都是那一种，真的是不太想动的那一种。刚才之前跟那个巧克团出去玩那个密室逃脱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好诶、欸、好诶、欸，又可以在旁边耍废的。就发现时间快不够的时候，就逼不得已，就是啊，时间快不够了，起来动一下好了。也不是说全程都耍废，前面还是有贡献，就只是最后人真的要在紧要关头被击一下，肾上腺素爆发，包括我脑袋就开始转得很快。哦，而且现在太冷了，我拍一下，我现在房间温度给你们看哦，拍一个房间温度啊。李敏说我做假吧，我把我的手拍进去。哦，我的手怎么那么丑啊？你借我传一下哈。然后另外下载啊，比较嗯，哎、欸，我直接贴聊天室就好了、欸，我不用贴那个荧幕上了。来，聊天室的看，你家住哪？我以前也住淡水，没那么夸张。不好意思，以前是多久以前？你知道最近全球暖化？太严重了，只会越来越冷跟越来越热，懂吗？一笑，安安，三年前，哎、欸，那也还好啊。哦，刮刮刮。14度，对啊，哎、欸，这是室内温度哦，这是室内，不是室外哦，这是室内哦。哎，所以我刚刚解到一半的时候，头很其实很痛，痛是因为冷空气在痛了、啊。等一下我要出现的那个身份验证，41。我发现浮水印消掉之后，好像一直有这个问题。啊！来，我们来挥一下就下线了，快点！我们来挥一下，我等下就要去睡觉了。我们来挥一下。结果我说要练龙石兽还没练，笑死！这个男人越来越混了。我的连发到货终于可以刷钱了，哎，恭喜！早该买了。有没有输入安妮的什么？安妮的码，享有多少折优惠？哎，就不赌了，简简单单随便打一场就休息哦。哦。干杯个屁呀、啊！人死了，干很冷呢、欸。嗯，白痴送什么艾尔登法环？不会送更贵的吗？
你有更好的选择，对不对？比如说啊，暗黑破坏神四，没有人要玩是不是？都没有了哈。再一次没配对，我就走了，好不好？就关台了。而且我是怕睡过头啦，因为刚睡醒，我怕我脑袋打结还是什么不清不楚，所以选择不去睡觉。对，不然刚睡醒的我怎么可能会解谜？就真的是请假王。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法环？你什么时候跟我法环？哎、欸，没人欸，好可怜哦，过气了，过气了。我不信，一定有人想跟我挥子的。好像剩我了，那我们就单打对战吧。来吧，临别礼物，我们来单打对战吧。就进来的不是临别礼物，笑死！带孵蛋啊，孵蛋还好吧？生蛋才不该进来的啊！哎，这张脸怎么看都好看，天哪！张脸怎么这么耐看啊？哦，呱呱呱呱呱！哦，提醒各位哦，啊，如果有要玩妃子的，还没有，我们现在禁掉了回血道具啊，所以丰收奥利瓦被 ban 了。有病哦！那么帅，拿个临别礼物，很帅吗？降四次啊，碎啦！太晶什么超能？好啦，太晶一下。文成，你现在只有一个什么？一个机会了，大自爆吧！临别礼物吧，文成。哇，它真的好薄哦！完了，你不用临别礼物了哎！哇，你死掉了哇！哈哈哈！哇！天哪！魔法镜都没用到哎、欸！太美了，太美了，爱了，爱了，恋爱了，恋爱了！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太快了，好快，对吧？你看，禁掉那些回血道具，多棒啊！好啦，感谢感谢。不行，真的好冷哦、喔。布利姆恩想让你去睡觉，哎、欸，真的哎、欸，你看，
如果对我的人有跟布利摩恩一样温柔就好了。我没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啦。哎，辛苦今天了，这款游戏真的是比较容易晕啊。辛苦了，辛苦了。哎，好啦，感谢大家，大家晚安。今天很冷，早点休息啊。冬至快乐，记得吃贡丸。我今天看到一个文章，跑去买汤圆。结果买回家发现是买到贡丸，我觉得很好笑。呆鱼买汤圆买到贡丸，哦，我看那个整个笑死，歪头灿笑。好啦，好像没有人可以救啊，就这样啦。感谢大家，大家晚安，辛苦了，辛苦了，拜拜，拜拜，拜拜。